腿你就像我这么做，老好吃了。看了这个视频，如果你还是学不会，那就来我家，我做给你吃。准备5个不花钱的鸡腿，咱们给它改刀剁大块，放入碗中加清水浸泡半小时，控干水分加盐、鸡精、胡椒粉、生抽、老抽和蚝油，再来点82年的料酒去腥，最后加入2勺老干妈。趁屋里没人时啊，用你的右手给它抓匀20分钟。老铁们，学姐啊，每天分享一道美食，每一个都适合在家里做，非常简单，非常详细。如果每天你不知道吃啥做啥的，就给我留个双击，加个关注，方便您日后查找。感谢您的支持。咱们起锅烧油，放入香菇、圆葱和姜片，炒香以后倒入腌好的鸡块，加入一罐我王哥喝剩的啤酒，扣上锅盖，中小火炖20分钟。时间到，大火收浓汤汁，撒上迷人的小葱花。鸡腿啊，你就像我这么做，老好吃了，您学会了吗？